Hello， 大家好 ，Rayone 的重组巴黎之战 Dokkan Battle。好，这一只树桃红已经完成极限 Z 觉醒了，那么这一次就要把它给拿出来，稍微使用一下，试试看一下它极限 Z 之后的能力啊。虽然说看这个数据是非常强悍的，但是实际上打起来怎么样，就要来试一下看看。然后这一次顺便来尝试一下这只 Vados 的辅助能力。跟比如什么配在一起，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啊？好，那我直接开打，要希望一开始的出来配对顺位会漂亮一点。果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完全就是两码事。可以，不够的，还是让树罗这过去。过去找那个紫黑雾会比较好，毕竟紫黑雾是需要暖机的。OK， 不过这个最初嘛还没有被打之前，现在六万气扣掉一个70%，哇，这个是增加70%才上来的六万气，因为有这个 Govas 在，不那么准。不过毕竟现在一开始是零的关系了。慢慢会越来越高，有比如三马，来一个，哇，这只比如三马真的是非常的准，太神猛了，不会就这样子打过去了吧？快192万，非常强悍的攻击力，目前还是连接不怎么理想的状态。哇，192万，再来一下。这只黑发悟空非常的可怜，就这样被蹂躏掉了。哎，OK OK， Vados 下去，然后转过去找比如什么，这里就这样就好了。稍微让这个紫黑雾可以叠一点防御力先嘛，不然打到后面他会相当痛苦的。94万，还不错，毕竟有 Vados 的20%攻防增加。OK。有得开必杀就好，暂时还没办法让罗杰跟紫黑雾摆在一起。呀，期待334万，提升幅度非常快。这一只有萨玛的话是开了两路，点了17点的连击能力啊，这个好友非常的棒，找了好久啊，终于给我找到了有开路的有萨玛，真是不容易，真心不容易啊。感觉把他摆队长的非常少，要不然就是抽的人也不多了。当时，我真的是非常的强力啊！只要配得起来的话，再给他一只辅助就很猛了。OK， 好，罗这里来了，先看一下整体啊，39000，超低的，43000。不过没关系，慢慢的打上去就能把攻防给叠上去了。不急不急，而且他也是需要被打的，在前面这个比较好承受的情况下来被打会比较好，毕竟攻击还没那么高啊。 OK， 好，已经不破防了，从40000开了一招之后加50%的防御力，开招之后防御力真的是大增，只能希望那个比如三万不要打这么快呀、啊，死人的啊！终于把他们给摆到一起了。哇，这边比如三万一次过有两只辅助，防御力直接12万，等下再加一个70%就有20万的防御力了。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攻击啊，对。
应该会特别的强力。乌牌70万，哇，果然有辅助就是不一样。哇，这个巴豆直接给不是沙漠加一个60%，太过生猛了。哇，很好很好。不过自己巴豆本身的能力就稍微可惜了一点，他自己是可以吃到满的。再配上自身的攻防60%，有140%的加成，不过其实是不太够用就是了。哎，终于变身了，一如既往的帅气啊！卡克，OK， 前面可以被打三下，有14万的防御，算是扛得住。啊，没办法。刚才留的足完全用不到，4颗刚才吃掉好了，反正也是用不到的。来，防御力继续增加，226万，攻击力直接破200万，有没有？只要跟对的连接，太猛了。应该是撑得住了，已经开了必杀号，直接没有扣。啊，这一只。罗瑞，嘿，变身后190万，还没有破200万，攻击力还没有叠上来吗？太久没有用这一只紫黑雾了，有点忘记它的被动。OK， 好，把宿主。原本想要把宿主给留着，可是看起来留不住啊。OK， 这三马这一边可以打出500万，又是500万的攻击。只要跟 Vados 在一起，就算少了十字界王神，照样有非常强悍的攻防能力了。而且他可以慢慢的叠上来嘛。哇，太强了！这一只的 Vados。未来如果那个香帕有出一只像比如三妈这样子的限定等级的新卡的话，哇，再配上这个巴豆不得了，绝对是不得了，太强了，只能这么说。哎 ，OK， 只有10万啊，啊，至少紫薯是克薯的，好过没有了。哇，差一点亮晶，让下一回合 Viu Sama 来开个 Dokkan Mode。222万，哇，这个是在有辅助的情况。不过因为这次 Viu Sama 找到了开路比较多的，变成打得非常快啊，感觉这只紫黑雾能叠防的机会不是那么高。哎，267万，来个暴击吧！可惜如果开到二路的话，我倒是比较希望把他的彗星一击啊给点上来，这样的话他的攻防就很全面了。这只宿鼠的这个罗杰，比起点连击，我个人更期望是点在他的彗星一击上。更加的好，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哎，这一边的话是肯定要把它请出去了的。OK， 攻方70%。嗨嗨嗨嗨嗨嗨！撤！哎，526万。再加上多看我，这下下来应该是直接死了吧？撒油那了，对，哇，太猛！对啊，哇，前面打那么多下，哎，只能让这个树的罗杰去挡了。看一下现在整体的防御力11万，哇！11万，在开招之前，他其实是受不住的。
哎，收不住，他也必须收下来呀、啊。16000，在必杀之后才放的话，就撑得住了，可惜了。哎，24000，有点痛。哎，不是有点啊，是非常痛。 可是啊，要让他的防御力破20000的话，需要采星才可以的。预算错误，虽然加了180%，可是没有采星的话，还是撑不住啊。哎，OK， 不需要，就这样子吃一下就可以了。稍微补一点血。好，一下，好，可以撑得住。 690万，非常的生猛 ，nice。哟，再来多一下，可惜没有。那我没关系，反正就什么够强就可以了。然后这一只素鼠的，这真的是。 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提升非常有感啊！跟那一只提鼠的蓝贝是一样的强力啊。嗯，哎，这一轮嘛，其实稍微有点危险，不过还是要相信一下它的回避能力，而且剩下这么短的血，没有理由打不死吧？268万。哎 ，OK， 好，够了，就这样子，最后一只留给指挥物，直接送他上天吧。哎 ，OK， nice。 刚刚好了这一轮，好，Blue嘛，血有点少，就开一个蛇姬，Wish就留住，不用开先。最后当然就是Cookie了，W Cookie，Nice。 啊，开不到招嘛，开不到招就算了，反正后面的能开到招就行了。OK， 1170万，直接受死吧，悟空。哈哈，560万就这样子没了 ，Nice。OK， 高确率回避。 可不是回甲的，而且是紫薯，本身还有5点。哇，这个这样整队这样打下来，其实是蛮爽的。而且其实是可以组全扎马斯战队啊。嗯，血量有点多，所以没办法，威士需要开的。 前面两只当然是不用担心啊，最后最担心的只是最后的一只狮子界王神，太恐怖了，会直接死人的，我觉得。哎，好，体足就留给，那个三马刺好了，321万，哇哦，哇靠，这样给我闪掉，260。
基本上没在怕了。五万二可以承受范围内了。整体来说，这个这样打下来，素罗这的实力是很可观的。给这三嘛。我觉得虽然说这一轮是要测试那个速罗罪，结果我觉得在这个辅助能力这边更加直观一点。哎，好，非常的猛。整体的防御力没有一个是破20万的，这样只能这么摆好了。顺便让这一只来变身玩一下，应该是蛮愉快的。啊，非常少会让它变身啊，这一只，毕竟变身之后又会降超细的攻击力，然后本身的减伤幅度又降低了。可是我是很想要体验一下攻击280%的感觉。哇，太帅了。哎，首先这个是 Wish 一定要的，再来 Bloom 嘛。 OK， 好，来吧。好，271攻击力是非常的猛啊。啊，可惜了，只有一发，没有连击。开一路就是这样子了，蛮可惜的。不到20万的防御力啊，97还可以。漏着275万，最后我重点是最后的一只 Zamas 280%。 哦，期待哦，要429啊。哇，这个也是非常的夸张。啊，才152万，该怎么说呢，好少啊。哎，可惜离都看还很远。Double cookie， no， 哎，还不错了，还不错了。嗯，现在是有 wish 的帮忙，要不要这样子嘞？看一下，154，188，哦，这样子的话，比如三马的攻击力才可以完整的发挥啊，这样就牺牲一下啦，死掉就算了。嗨，有没有这样的传说？悟空就闪，打他最痛的那一个。哎，真的是啊，悟空专闪打他最痛的，我无奈啊。嗨。哎，普攻完全成的，就这样就好。头痛，70%的防御力，这样子摆就好了。哎，错了，这个样子才对。OK， 嗯 ，Ghost 克数不需要开道具。道具留给下一回合好了，已经没什么道具好开了。啊！哎呦，超烦这一只极悟空的专闪打他最痛的就是了，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啊。
哎，好，153，再来，哎，可惜没有连击。哎，14万。OK， 下一回合没有什么，开主动技来结束这回合了。反正这个速鼠的咱们掏空已经完全体验他的能力了，非常的强悍。啊，比如说他的被扣了10%。残念だが、破壊するのは僕の仕事なんだ。破壊神をなめるなよ。哇哦，帅呆了！然后开个射击，保命啊！最后这一回合应该是可以结束了吧？跟你讲，下一回这一回结束不了，下一回合也可以结束。都看过下一回合900万，还是很可观。虽然不是让树桃红来总结，有点可惜。算了。反正这一轮的这个 Vados 也是我的测试条件之一，打得有点慢，不过很愉快。以 Loze 这个初始的防御力来说，真的不适合把它拿去打战斗之路，可是把它拿来打这个超长关倒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很好用一下。如果可以开多一点，可以开到两路或以上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建议把彗星一击给点高一点，比起连击，我是觉得效用应该会更大，把他的那个攻击力完完全全的解放出来啊。然后这只 Vados 的话搭配比如什么，真的是太猛了，没有话讲，60%的攻防不是假的。你比如什么的话，他初始如果没有辅助帮他加防的话，在他被打之前防御力其实是有点低的，可是这只 Vados 就可以完全解决掉这个问题了，直接加多一个 60% 的防御力给 Bilsama 的话就很好用。整体来说，这两只的测试的感觉都是非常的好，都是属于很好用的角色。然后未来就是期望想法Sama可以出一只限定等级的角色了。哎，这只树桃红Nice， 非常值得拥有。OK，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看，またね。